今年的双十一是历届双十一里边最多样化的一届，从预售和现货的报名情况，我们看到了全球的合作伙伴的热情，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超过7000个品类的商品。今年天猫双十一还有很多科技购物手段，比如说通过 XR、3D 购物等方式，让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有身临其境的体验。我们在9月底的话就开始进行了人员补充，我们采购了大量的临时的，就是自动化的设备，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物流设备，确保我们整个在就是有货卸、有货上，能确保整个库区的话能达到一个填满的一个状态。